大逆爆马洛斯，前期输八个人头，中期输十八个人头，马洛斯两件防装，王者两把爆，逆风到爆炸的局，雷魔镇住护队友，真伤直接打出2000多。在血量的差距下，在人数的差距下，再多的瞬移，再多的走位，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早知道我还不如站着受死，还没有这么丢脸。一顿操作走位还是得死。没看比分的话，你可能以为是平局，已经落后八个人头，大家恐不恐是另一回事。我就没松过，我还能继续战斗，洗个盾，继续拔刀出来斩，顺上顺下顺左顺右都会死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瞬移贴脸像头猪。你以为1-13我就会害怕了吗？你敢上来我照样拔刀你，拔完刀我还能普攻追着你，拔刀可以随便用，可以随便空，四秒又可以再拔一次。两个人想欺负我一个，大招空了真的是没办法，一个开了支咒，一个开大招位移，拔刀中了就会有真实伤害，马上又拔刀拿下唯二的人头。本场的第一个命中的大招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大招很好的隔开了敌方的切入路线。本来是一个前排换一个前排，可惜奎伦差了一点点伤害秒特尔，然后刀锋就变得很暴躁，剑人就切上去，切完刷新又突一次，突着突着就4连杀，费内手下第五个，来到了18个人头差距，小兵还打不死费内，费内跟刀锋在我们的主板围城，朗博跟马洛斯的合体技撕裂大地，弹起特尔，雷魔阵又在弹起特尔。以下留言给合体技一个名称，刀锋又开始刷起来了，朗博大招弹起，二月没人板就只好板我，反手一个大招轰下来，加个拔刀斩，直接双杀，四个二郎追着二月普攻真伤，收下3连杀，人头数慢慢再追回来，同步的完美合体技跳下来，直接真伤1700，吸个盾拔刀打出2900真实伤害，换朗博上去顶，飞利一个大招差点秒杀我，还好队友有治愈，我命大死不去，拔刀瞬移斩打伤害，成功打出零换四，顺势把中路高地打破。吃着这个气势回头直接拿凯撒，但是大家至于可用的位置无畏，但是无畏其实他跟着我们一起推掉中路，直接一起来就秒掉凯撒了，本来可以白拿的，没有必要用人头去换凯撒，最后还好有成功拿下来。奎伦要配合大部队才行啊，死两个有机会被一波的，朗博大招断支援，马洛大招护队友，一刀拔走飞泪，最后的炎怒之爪也出了，大招蹲刀锋起身，真伤让你躺下2400，这个二月就是要绑我，一下拔刀普攻一下打掉特尔一半血，他直走跑得飞快，飞泪进场先掩护一下克里希，后面的二月肯定是跑不了了，拔刀一下疯狂打真伤，跑不了也扛不住，克里冲动了冲了出去，还好他有个保住，雷魔阵完全断掉了对面三个输出点的位置，瞬移贴脸跟特尔拼普攻，卖复活换狂暴之手，一个护盾超级厚，扛了成盾的伤害，坦克最怕拔刀斩，一下暴击2600，再暴一下2700，实打实打在了右上，谁都顶不住。从0-8打到5-23，打到28-37，一步一步的追回来，推着兵线，刚刚被打爆的感觉早已不见。扛着主堡，记住马洛的拔刀，不管敌人的击杀数有多高，出个炎怒之爪，头继续摇，不要投降，不要吵，胜利会来得更早。大逆爆马洛斯，双倍为圣骑士战靴、圣骑战盾、仙灵吊坠、王者之剑、圣剑、炎怒之爪。奥义为觉醒、庇佑、金刚。魔王为死人之右，赏金猎人，作恶赴死，四名鬼爪。听说点赞留言排位会9连胜哦。我是大逆爆马洛斯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